喂，李阿姨，我妈妈她……好，等我打个电话，你关机。Sorry, system clever device power off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system clever device power off。一步一步填满以后还要再错过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过年吧。 我就知道你们会那么绝情的，反正我吃的也不多，过年嘛，就意思意思，我们一起吃呗。西，你怎么样？你们还满意吗？ 想听什么？说。开门。逗我玩呢，没有开门这首歌。开门。真有人啊！这大半夜的谁？ 饺子。 白白胖胖的饺子，过年吃饺子喽。看在这份饺子的份上，看来你这个人还没有那么绝情嘛。这样吧，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你这个人。 求求你，告诉我你还有一半的饺子没有煮。我都煮了，直接端过来的。你摔了我们两个人的年夜饭。那怪我，谁让你剁的？没关系，我身手敏捷，5秒钟之内，食物掉到地上不会有细菌的。
用开水煮一下，还可以吃的，对吧？五秒钟之内确实是可以吃的，但是五秒钟之后，细菌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。简而言之，我不吃。